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廷辉，欢迎收看《华视与众不同》。乌俄战争一直打到现在，已经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啊，在英国的外交大臣他特拉斯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持续十年。如果对照以往的俄国跟车臣战争，以及俄国对乔治亚的战争当中，特别是车臣战争，也将近打了十年左右。呃，打了十年这一个时间点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说。 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力衰退的情况之下，它到底能够撑多久？好、oh,，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一次的乌东战争已经涉及到的是第二回合的战争，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在德国的西部的 r a m s t e n 已经在召开这种所谓的军事会议的协调会议当中，讲到了一件事情，他们未来每个月都要召开这样的一个军事会议。 如果以上一次的会议是在四月二十六号举行来讲的话，下一次会议应该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那每个月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打持久战的概念，并不会让普京为所欲为，让普丁的闪电战术结束掉这场战争。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乌东战争， 的目标，也就是战略目标，并没有获得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的一个满意的情况之下，这场战争应该是不会在短时间结束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说，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俄罗斯拿到了克里米亚。 然后甚至于后来在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来怂恿他们独立之后，然后再以所谓的维和部队、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任务呢，介入到这一场战争当中。那现在呢，泽伦斯基他的战略目标已经在听从英国跟美国的建议，顺势的要把克里米亚还有乌东的两个共和国一起拿回来。所以如果说是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的话，那真的是让整个俄罗斯会翻转二零一四年以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对俄罗斯来讲的话，他一定是会拼命的抵抗，而且会拼命的让他的军力呢集中在乌东地区来击退乌克兰的军队。不过，原本这个领土就是乌克兰的，为什么乌克兰不能拿回来呢？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乌克兰没有强大的实力可以立即的把克里米亚收回来，而俄罗斯呢又无法推进。 让他的这个乌东呢推到乌西这个地区的话，那就是两军会陷入一个非常泥淖的一个战争。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诚如英国的外交大臣讲的，可能会有十年时间。但是不管是不是会有十年，至少半年、一年来讲的话，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的国会众议院已经在审议租借法案。 当众议院审议租借法案结束之后呢，美国拜登总统签署租借法案，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租借物资呢，就针对乌克兰而来。如果说这场战争在租借法案还没生效之前就已经结束，当然虽然是全球人民之幸，但问题是这场战争难道就会这么轻易的结束掉吗？难道他们战略目标除了乌东跟克里米亚之外？ 不会想要普京在现在这个时间可以下台吗？但如果说用外力的方式让普京下台的话，似乎来讲的话，这也是不符合所谓的民主的精神。而未来在两年后的俄罗斯的总统大选，普京是否在连任，就要看他的整个国力的衰退，以及被国际社会经济制裁的一个结果来影响。所以看到这场战争当中，俄罗斯损害非常多。我们看到了这个莫斯科号在黑海沉没。 结果现在我们也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俄罗斯进来训练海豚哦，能够形成一个海豚军团，在黑海当中呢来防卫它的一个黑海的一个舰队。黑海的海豚军团呢是怎么产生呢？其实这两只海豚原本是乌克兰的军队训练的，后来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就顺势接收了这些海豚。那海豚有什么效果呢？因为海豚对于海中的声呐。 非常非常的灵敏，所以张海豚自己凭借着自己天然的这个生物上的特征之外，另外再加上呃这个俄罗斯一些在它身上装置的一些器具之后呢，就可以探测在雷达上面可能看不到的整个黑海相应的一些相关的军事设施，那特别是包含。 这个水中的爆破大队，或者是我们俗称所谓的水鬼，这么小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呢，在雷达上通常是看不见的。如果透过这个海豚军团呢，来征收到这样的一个爆破大队，可能对黑海舰队的这个维护来讲的话，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它。 无所不用其极，他将他的一个重要的军力除，除了使用洲际弹道飞弹，除了使用沙弹二号，除了除了使用这些相应的这些武器之外，也动脑筋动到了这个所谓的类似生物武器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使用海豚哦。那这个战争会在持续延续下去，而持续延续下去的结果呢，是造成全世界的一个通膨效应。所以现在大家还是继续的关注这场战争的一个结果，而这场战争呢，的确对整个国际格局也会造成一个非常。 严重的一个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与众不同，谢谢收看，再会。